听一下球迷声音，跟他们融合在一起。台湾球迷的加油威力发挥助攻效果，亚运棒球台韩大战二日晚间点燃战火，中华队一路对韩国队展开猛烈攻势，最终以4-0打败韩国队。原本是蛮紧张，是队友很给力，就是一下就马上打进了一分，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吧，因为毕竟我们是领先的。亚运1990年纳入棒球项目，33年来中华队队史第一次跨界连胜韩国。回顾比赛，一局下郑宗哲击出中左外野深远安打攻占二垒，林子伟击出滚地球跑者上到三垒，林安可扫出三垒长打率先取得1-0领先。刚好掌握到对方的势头，然后就是很开心自己球队进攻，有帮助到球队。他们也都有看情收啊，然后影片，然后但是上去还是要实际对战才知道，然后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就大胆去攻击。四局下，韩国队改变配球策略，又掀起一波攻势。中华队吴念庭四坏球保送，而李浩宇接出右外野飞球遭到接杀，但是护送队友林安可上到三垒，投手发生爆头，让中华队再下一城。赢下来以后是蛮振奋的，因为全场蛮多球迷都在帮我们加油，所以当下真的是蛮开心的。这两支安打打出来以后，其实自己有点释放一些压力的感觉。八局下，韩国队推上第五任投手高佑熙，一出局后，吴念庭击出二垒长打，李浩宇触身球保送，申浩伟滚地球跑者上到二三垒，再由林子豪安打一棒打回两分，最终刘志荣投出再见三振，以4-0完封南韩，让比赛画下句点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